主料，莴苣叶50克，面粉50克，鸡蛋一个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莴苣叶，要顶上嫩嫩的那些。将莴苣叶洗净切碎，加盐略腌后放入鸡蛋，加面粉及少许水调成糊状，淀粉趁烧热放少许油，将面糊倒入，摊成薄饼，煎至两面金黄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莴苣叶用上面嫩嫩的部分，不要捉水，做成煎饼后有淡淡的莴苣的清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